把这四个螺丝下掉，然后这个位置基本上朝这边，你把这个拉出来，然后这个位置朝这边，朝这边啊，这个方向不要错了。然后你塞好之后，把这个位置稍微用螺丝刀稍微拧一下，可以转动为宜，然后看一下这两个镜片，轻轻用手碰一下，两个镜片不要打架。然后把整个设备都粘好了之后，拿一张白纸或者白布这样蒙着，然后你激光器上电之后，通电之后，它会有个红点在这个位置，你需要就是拧那个镜子，让那个红点在这个正中心来就 OK 了。 OK